现在这封信走笔线第七兵中距离又是手笔过来又说明你走咱们要不用讲又再来一个哇今天真的是很快哈一肩扛咯手笔线追求一打三还想再来一次哇不已经把他当像比在自己的 one man show 在得分部分通常利用这种方式来展现他对赢球企图心一个人要 control the game 我 domination 这个这两个因为他有这个能力要去 domination 这个球在这个世界杯这个 FIBA 篮球史上就在高中周末的配合好球这是 Kobe Bryant 都有在互相卡位上的较劲不过这一次是又是 Kobe 的这边又是 Kobe Bryant 持续的助了来不过马上阿根廷也失误回来 Kobe Bryant 这个一定是这给队友了 Kobe Bryant 并的阿根廷有相当不错的攻击所以是在国际赛里面需要转身还摆进去摆进哦 Kobe Bryant 我相信现在球迷一定越来越期待下礼拜要看到他了再看一次拉杆转身给 Johnny 飞球哇脚步的绊了一下 Kobe Bryant 再往里面突破再往里面杀是有挑篮还是有裁判又给了一个犯规计算来看一下这一球科比其实有很多传球的机会但他今天其实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其实没有做到倒太早太快了对侧边没有撞到很明专家就是个四打二的快攻机会那不让再给杰森克不知道怎么搞这四打二的快攻打到哇怎么走位都起码一定要守住前五名目标是就算没有直接拿到奥运资格也有67分的回归关然后绕到里面有机会